位在大内南明天文馆上古寺楼的滚滚两百多位花山基金会跨国长辈地址甲陪伴之下来到这来佚佗，除了是参观着国天文馆舍之外，鲜花幼儿园的小朋友的舞蹈嘛，人甲阿公阿妈是笑眯眯。我们今天是华山基金会台南 B 区，就是带200多位的长辈来到大内的天文馆，然后就是跟上化的东东幼稚园的小朋友，我们一起来做 DIY 星球铺满的部分。华山基金会这个春秋两季来举办的老人交友活动，22号这天包括着新年鲜花幕头顶地区长辈做来到着天文馆，官方除了是个前招待之外，佮安排长辈做着星象铺满。长辈都很开心吼，刚刚的长辈花10分钟的时间，他就把星球铺满给折完了。因为这个星球铺满这个东西吼，它其实是一方面是训练长辈的手部的功能，对，因为其实长辈有年纪了，手部的功能其实会慢慢的退化，一些精细的动作对他们来讲是吃力的。那借由这个部分的话，也可以达到复健的效果。一条船凹来凹去的组装台，当来完成，真是阿公阿妈是做无努力来，尤其很小朋友来做着，小老师来帮忙较完成。那咱去因为阮大家拢做欢喜哦，我拢会叫你唱歌。啊，你做这个在要得钱的？得人工啊？嘿，我未晓做，啊，目睭看无咧。嘿呀，做这个是啥？不拜拜。啊，感谢伊钱当啊。是鸡蛋啊，唔是啊，是啊，是啊，吼，啊，咁是啊，哎，我唔知是啊，啊，今日出来算够欢喜啊，哇，咧欢喜啊，欢喜啊。华山基金会服务着侪弱势者长辈，免费提供着失依、失能、甲失智的30种的教处服务。妈咪讲有因的付出，或者长辈有这款温暖的笑容。下面新闻台以上带来采访报道。